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病痛开始损伤健康，面对挑战力不从心，难道人生就这样告别辉煌？传承中华医药精华，养护生命健康之本，中亚质保三边蓝，健脑力、强腰力、壮脚力，全面提升三个力，健体强身，提升免疫，让生命重新充满阳光。中医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气血阴阳两亏，身体机能衰退是人体生理功能的自然规律。现代人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大，更容易造成未老先衰，健康受损。机体功能衰退集中表现在脑力衰退、肾气衰弱、骨质疏松等方面。中亚质保三边蓝，科学配伍，对症下药，整体提升，全面滋养。健脑力，治疗精神不振、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容易疲劳。强腰力，消除腰酸背痛、畏寒乏力、盗汗虚汗、尿频尿急、夜尿多、阳痿遗精、性功能减退。壮脚力，缓解下肢酸软无力、发沉、上下楼腿脚沉重等症状。三力合一，全面系统提升健康。滋补能否一蹴而就？一般补肾产品提供外源性滋补，一旦停止服用则效力消失。滋补重在滋养，中亚质保三边丸循序渐进滋补养护，增强人体自补机能。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做的临床药理研究鉴定表明，质保三边丸可显著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有明显的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对脑功能衰退、性功能低下有明显疗效，并可改善全身性虚损症状，加强记忆力，改善睡眠，提高食欲，减轻眩晕气促等，在治疗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不良副作用。中亚质保三边丸集中国古代医药之大成，宗古炮制，组方合理，四十余味名贵中药材组方，选材地道，是中华医药的瑰宝。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疗效更显著，中亚质保三边丸力获殊荣，神奇功效为世界医学界公认。作为我国中成药四大出口名药之一，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神奇的东方小红盒，70余年来在国内外保健市场上盛行不衰。对众多服用中亚质保三边丸人士的追踪表明，服用第一个疗程1至2周，免疫力增强，疲劳感减轻，睡眠好，腰酸腿痛减轻，性功能提高，腰力脚力增强。服用3至4周，机体内激素分泌逐渐增加，免疫力增强，睡眠质量明显提高，起夜次数明显减少，腰酸腿痛显著改善，性功能显著增强，消化功能好转，面色红润，各种肾虚症状有明显减轻。服用至第二个疗程，各种肾虚症状基本消失，体质增强，性功能明显改善，男性不育者可能有子，其精子活力提高20%到40%，记忆力增强，面色红润，心脏跳动有力，身体恢复健康状况，自然拥有无限活力。拥有健康的生命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掌握健康才能享受幸福，掌握财富。中亚质保三边丸，滋补健康，延长青春，提高生命质量，为您的生活增添亮彩。中亚质保三边丸，全面提升三个力，让您终身都有力。